大家好，我是蹦蹦。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工会讨伐战红丝绒蛋糕龙从我们26阶到42阶甘草饼干的懒人打法。那本部影片的话，它这个是针对是懒人打法嘛，先前的话已经有发过棉花饼干跟巧克力脆片等等的一些打法了，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给广大的玩家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跟参考。这个影片的话，我们总共会有三个场次。首先第一个的话是针对了我们的第26阶，一样是用懒人打法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小怪的伤害不高，所以吸血鬼饼干会没有吃到弹弓的。然后再来第二个，一样是懒人打法，但是我们中间的话是需要手动去调整吸血鬼饼干的冷却，让它有吃到弹弓。就针对的话是前面跟中间的阶级。第三个的话是我们后面的阶级第42阶，全程的话就是使用懒人打法的方式，然后来给各位玩家看。所以这个影片的话就是有总共会有三个部分，让玩家们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从前面中间用这个甘草懒人打法跟后面的用甘草懒人打法可能会稍微需要一点调整，就一并的来做说明。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我们相关配料的部分。黑巧克力饼干的话，这边是玩全攻击的配料，那冷却时间的话，我这边建议你是拉到 7% 左右，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拼高伤抗。那我这边是故意把它调低的。然后阿福家族饼干这边是玩全暴击配料，伤害抵抗我建议你们至少要有 10-15% 以上会比较好一点点，冷却时间的话是 7-9% 左右。然后在闪电泡芙饼干这边是玩全攻击配料，伤害抵抗我建议你们是要拉到至少 20% 以上会比较好，冷却时间的话就是 3.8%-4.3% 左右。 OK，然后再来甘草饼干，甘草饼干我这一边的话是直接玩全冷却的配料，但你们仔细看，我这一边的冷却时间是完全没有任何增加的。这个的话是针对如果你的棉花饼干就是那个 24% 你还是不够的玩家，你可以试试看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冷却时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附加属性的，就是 15%。 那接着伤害抵抗我建议你们是要有 23%-24% 以上会比较好，那本部片的话是 21% 左右，但我建议你们的话至少要 23% 以上会比较安全一点。这一种的配料啊相对来说比较好洗，因为你不需要任何的冷却附属，你只要加6的时候有拼到 5% 以上的伤害抵抗就可以直接给甘草来做使用。然后在吸血鬼饼干的话，这一边一样是玩全攻击的配料，但我建议你们的冷却时间差不多是 6-8% 左右，可能你接近 7% 以上会比较好，那我这边是 5.8% 啦，那我建议你们的话就是 6-8%。 那如果你是要打26阶中间你手动需要吃到弹弓的话，冷却时间我建议你至少也要有 7-8% 左右会比较稳定。 OK， 好，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实战影片吧。最強の骸骨です。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で終わりだ。ゾンビの力を持ちないのさ。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最強の骸骨です。これで終わりだ。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理不尽です。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渇いた。最強の骸骨です。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これで終わりだ。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最強の骸骨です。これで終わりだ。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渇いた。最強の骸骨です。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終わりだ。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最強の骸骨です。これで終わりだ。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
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乾いた。最強の骸骨です。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終わりだ。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最強の骸骨です。これで終わりだ。偉大な研究となるでしょう。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カラカラなんだよ。喉が乾いた。那么工会讨伐战红丝绒蛋糕龙从我们第26阶到42阶甘草饼干的懒人打法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之后有些新的想法会再做更新。那我是梦梦，下部影片见，拜拜。